大家好，我是汤兆星。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重力波呢？爱因斯坦发表了讲义相当于100年之后，物理学家才真正探测到重力波。究竟重力波是怎样探测的呢？它怎样改变了我们人类对宇宙的认知？怎样验证了讲义相对论呢？等我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，到时见。